刚来两天你就跟老板共处一室啦？哎，你别瞎说啊，我来了何止两天了。以后还得跟你多混啊。哎，哥就是贪财好色，哥就是人品不错啊。你有啥好事请想着啊。哎，那必须的，来来，给你块糖。谢谢哥哥。客气啥。我还有点工作，我先去工作了。啊，你去吧去吧。这一天，哎哎，老板，老板，那个我正好有事找你。啥事说吧。哎，来来来，我来。谢谢哥哥。啊啊，那个晚上有事没？我想早点下班。倒是没啥事儿，你想干啥呀？就是出去一趟呗。嗯，就不送你回家了。嗯，走，咱俩进屋说。啊啊！出去行呀，你有啥安排吗？安排就吃饭看电影呗，然后回去睡个觉，这些都比较费时间，所以想早点走嘛。那还说不送回家？啊，你说啥？没啥，去吧。谢谢老板。哎，事先说好，咱俩只能吃饭看电影，别的不行。我要借你这车去接个人，所以我要早点走。那就直接说借我车就完了呗，这么多话。借男女的？女的呗，男的还让我亲自请假出去借吗？多大牌面儿？女的不借。不是，哎，你公司的私用还泡妞？不是，我不借你。你怎么还出尔反尔呢？你要不就找？哎，你让那谁先等一会儿。你去吧。那老板，我这边去不去吧？谢谢老板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给你块糖。